这个山应该嘛是伫海边的，不是山顶啊，对啊，海边就经过啊，海边应该是会经过。咁啊，一行山顶去到山顶暗啊，路无小麻烦。成功，启动语音声控，请说命令，请说地点名称。成功石雨伞，你是想成功了？您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成功。您要开？您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您要开始导航？成轮有限公司，您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你个电脑看麦，看老公成轮有限公司那成轮呐？您要开始导航吗？你台南呢？哦，听主任说的，哎，啊，那成功嘞？成功夜市。新北，您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还有，要开始。您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长春四期，那个长春四期是说成轮有限公司？长春四期四期哈。成功台东龙爱最左边的。我知啊，啊，你这四期是两万头啊。哦。在海边啊，那个四期是来坐看卖的。请说地点。我这。每次选择过来这样，我不要进了，我讲那个。